理事长啊、各位理事、各位来宾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理事杨玲美哈、哦。那我在我退上工之前，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14年前呢、啊，黄家珍议员他想要做啊、关怀忧郁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哦，然后呢，他就说，哎、欸，玲美。你来当创会会长，我说，哎呦喂啊，我又不懂得忧郁症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哦。然后呢，忧郁症的患者应该是很需要有一个跟他们相同心情的人来帮助他们。哎，我在开车的时候哈，常常有听到一个在那个广播节目里面，常常有一个声音传出来说，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我是林明正、哦、如果你有忧郁症的情形，赶快去看医生、哦、不要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面。我今天呢，我觉得很敬佩这一个人、哦、我就跟王家珍说，哎、欸，我们去找这个人出来当创会的会长，这个人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社会。那就是我们今天啊、能够让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到达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荣景的林明正创会长，我们用掌声来感谢他。他真的是一个勇者，在我的心里面，他真的是一个勇敢的人啊、哦。然后呢，我在这里觉得，他刚刚跟苏芬玲医师鞠了一个躬，那我也要向他鞠躬，因为呢，林明正理事长为我们的，尤其是台南市忧郁症的患者跟朋友们呢，对整个社会呢，也都是尽了很大的一个力量跟帮助。那我在这里也对他深深一鞠躬，谢谢我们的创会长。今年呢，现在我们的阿明理事长也把我们的忧郁症关怀协会带领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刚好是我跟我先生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先生在这里呢，对，我先请我先站起来，这是现任的先生，因为一任啊是一百年嘛，不是百年之约吗？好，那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先生也捐了5000块给我们的协会，在这里呢，谢谢大家了，今天来参加这一个会。那我们接着有两位朋友跟我一起特上志工，祝福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也祝福在座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
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们林明正创会长，谢谢我们的阿明理事长，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以及亲爱的你，谢谢你，谢谢。